这次入围的赫比西跟国家交响乐团 NSO 所录制的《命运》跟《英雄》的这张专辑呢，这是赫比西在2015年跟乐季跟我们一起制作的这张唱片。那它其实最重要的，它是一个现场录音的出版。那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是，这位赫比西大师呢，他利用很精准的手势、很精准的诠释，带领的国家交响乐团做出非常绝佳的一个现场诠释。那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在音乐会之后呢，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好的演出。那我们经过整个唱片制作流程呢，我们希望它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我们在这个当下，我们台湾国家交响乐团能够展现出来对于整个正统德奥乐派的一个最经典的诠释，能够感受到一个古典音乐真正的震撼。